山东简称鲁，地处华东沿海黄河下游，是中华文明的两大发源地之一。2500年前，山东的儒家学派奠定了中国饮食注重精细、中和、健康的审美取向。北魏末年的《齐民要术》所总结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诸多技法，奠定了中式烹饪的框架。到了明清时期，大量山东厨师和菜品进入宫廷，则使鲁菜雍容华贵、守正豪迈、平和养生的风格特点进一步升华。食不厌精，会不厌细，是鲁菜菜系最突出的精神追求，火候的拿捏更是中餐料理的至高精髓所在。在盛产海鲜的胶东半岛，鲁菜尤善以独特的爆炒技法烹饪海味。自明清时期流行于山东福山、登州的传统海味佳肴油爆海螺堪称一绝。蓬莱沿海的香螺又名金丝螺，肉质细嫩，食味鲜美，富含钙、磷、铁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。制作这道菜，先将海螺打碎外壳，取出螺肉，加重盐和泸州老窖特去，揉搓螺肉，去净粘液后洗净待用。将海螺肉改刀成厚薄均匀的薄片，木耳、荷兰豆、红彩椒改刀，葱姜蒜切末，海螺片加盐、糖、白胡椒粉、蛋清和水淀粉腌制5分钟。加入适量泸州老窖特曲、生抽、米醋、盐、糖、白胡椒粉和水淀粉、香油，调制成碗芡备用。锅做水烧至50度左右时，将螺片下入，微微汆烫至螺片呈舒展状，捞出。其余食材也分别汆烫备用。待油锅烧至70热时，下木耳、荷兰豆、彩椒翻炒片刻，再下螺片，烹入泸州老窖特曲，然后加调制好的碗芡，快速翻炒，再旺火颠锅翻炒3至5次即可出锅。熟悉兰花垫底，螺肉装盘即成。油爆海螺要求从烹汁到出锅不超过15秒，极快的速度能够激发食材最极致的鲜味，使成菜脆嫩可口，醇香细腻，美不胜收。